带动团队。现在我可以很有把握地向大家报告，现在的皇家会是一片的和谐。皇家会，团结和谐，团结行善做公益，赞赞赞！是的，向总监报告，我们皇家会准备好了。师兄们，个个事业顺利，家庭美满，因为背后都有师嫂强而有力的推手，以及家人最大的后盾。今天借这个机会。南乡借这个机会也要表达我的感谢。听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女人的光彩是来自男人的慷慨。我感谢我的先生右昌联合医院黄生茂院长，他是我最大的靠山，以及我的家人爱的支持，爱的包容，今天让我很轻松的可以站在这个台上。我亲爱的家人们，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你们。还有，看看画面上我可爱的爱生穿了我们师友的背心服。谢谢。大会的筹备是需要大家的付出，再次感谢皇家会师兄师姐以及今天来帮忙右昌联合院的志工人力的支援，才能有今天的场面，非常谢谢。